哼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看来狐王也遇上了麻烦。他的气息十分熟悉，既然要干大事就得先填饱肚子。愿不愿意是你的选择。看来神秘人要的不仅是黑帝神器，那下一个目标。这酒名为醉生梦死，你要逃到什么时候，那人或许会从你处下手。